然后这边发现了一家比较有特色的一个水果摊，我的天哪，这是农夫果园的现实版吗？这上面摆的也太整齐了吧！哇，好治愈呀！啊，我打算买一个尝一尝。 One kilo hummus. You 20 piece, open. Yes, open. 我们打开尝一尝这个瓜。他拿了一个工具，我的天，哎呀！ 然后把它给掰开嘛，强行掰开。我的妈，这瓜！哇，这里边是这个样的。有没有老铁知道这是啥瓜？